怎么说呢，就是都是能带来惊喜的艺人。那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李一桐其实对我的就是这种改变是最大的啊，因为我是之前因为也是看了一些新闻，就是包括他对他自己的那种体寒的那种描述，但是我见完人，包括后面陆续拍完之后，我是觉得还挺惊喜的，就是我觉得就是他能给到我的东西比我期望的还更多一点啊，所以我对他是并不是说前任不好，就是说他对我的这种惊喜度可能是最大的。